你把娇珠给我了，是信物，也是给你的承诺。你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？再奇怪的画本，也是你的。任嘉伦终于主动吻热巴了。与君初相识中，任嘉伦火速陷入爱河，不仅为他挡下一击受伤，还把娇珠给纪云禾，说这是信物，也是承诺。而给娇珠的方式也让热巴疯狂心动，竟然是亲吻的方式，傻鱼变聪明了，都会占人便宜了。热巴都忍不住发问，你这是从哪个奇怪的画本上看来的？没想到任嘉伦又怼了回去，再奇怪的画本也是你给我的。三天我定会让他开口说话。欢迎来到万花谷做客，我给你药替你疗伤，你要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大尾巴鱼，乖，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，你都会被保护得很好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好吧？你要谢谢我吧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你吃得好，睡得香，长得这么俊，名字应该也很好听吧。你既信我，我必会护你。